姑娘，我们真是好久没回京城了。你之前一直住在别院，不愿回府，这次怎么突然肯听老夫人的话回来了？祖母60岁大寿，我当然得回来了。那姑娘这次回罗府后，打算留下来吗？自然不会留下来，探望完祖母母亲，我们就回去。可是姑娘，您毕竟是罗府的嫡女，总不能一直……罗府有何好的？关系复杂，貌合神离。在别院的时候多好啊，清静自在。前面有人晕倒了。姑娘好像是逃难的难民。青渠，你给他把把脉。雪芝，你去拿点吃食还有衣物过来。是。奇怪，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我们去车上拿点药。你穿着上好锦鲤做的礼衣，你不是难民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倒是有几分小聪明，可惜晚了。放开我家姑娘！别动，否则我立刻让她血溅当场。快上车。青渠。上。又是你们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非要把我赶尽杀绝？玲珑，这些年你做过什么自己心里清楚，我们只不过是替天行道来取你的狗命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还好这些贼人狗咬狗，不是冲我来的。